要Charlie， 我知道你平时翻开很多不同工啦，维持自己的生活啦，最近都见到你开始招生教人唱歌作下曲，咁你学生情况如何？都收到嘅，但系越多就梗系越好啦。咁就啱啦，今集我就唔使你再用靠脑揾食，系靠你对手揾食。今集就好多谢 Massage Palace 太太嘅赞助啦，咁我哋一阵可以享受到呢个泰式按摩之余咧，仲教你做一个泰式嘅按摩技师，睇你有冇 potential 成为呢个按摩技师嚟揾钱。但系第一个客人唔系我，你第一个客人就系你嘅恩公嘅。我系恩公，我系第一个客人，点解叫做恩公咧？我知道你平时游学团队阿 Charlie 又好好嘅，但系咧想借住呢个机会嚟报答你啊，系啊。但系点解唔系叻叻帮我咧？点解咧？因为我只手劲啲咯。唔系，我唔系话你唔得啊，我系担心我啲贱骨头、啲贱肉横生按坏咗你音乐家嘅手就唔好啦。你睇唔睇啦？佢呢个系弹开吉他嘅手喎，好劲喎。我一阵咧就有个泰式按摩师帮我按摩啦，咁你惨啲啦，交俾 Charlie 啦。你有冇信心先？睇我表演啦。好有嗰種真係去咗泰國旅行咗一個傳統按摩嘅感覺，幾骨子呢度係。使搭飛機啊！唔係最緊要係嗰陣香味咧，聞到都覺得好舒服啦。但我喺後面見到咧有呢個胸部護理喎，係咪啊？我有份啊！可以嘅，我可以安排技師俾你。我就係技師。你唔好咁心急先啦，Terry， 我哋介紹埋。見到環境咁靚，想問下，望到海呢度，我發覺。我想喺度打卡啊！不如你幫我哋揸機啊嘛！好啦，隔篱咧就系太太嘅技师啦，佢一个泰国人嚟嘅，但系佢广东话好叻嘅，不如你试用广东话介绍下自己先。Hello， 你好，系阿欣。我欣姐，我觉得咧阿欣嘅广东话系好过 Charlie 啊，太正宗啦，一句你听得出啊？系啊，我啲泰文都标准啊，收啲卡。好准啊，但其实我一直都不知道泰式按摩有什么特别功效，有什么功效是拉筋，会不会针对什么的穴位可以这样按到，用这个位置争数争又正一点，按松这个位置正一点，还有腰腰啊，那我三元都按得的嘛，按得，但是按套呢是我们又是那些淋巴那些，哦，推油那种，是的，推油那种 for period 是不是都好的？ OK 啊。那男仔呢，男仔按是不是都可以的？上班那些做很多电脑的运动那些好攰翻嚟，帮我哋拉筋。你唔要试下去练下我咧，因为我成日对电脑啊嗰啲咧，哇，好紧啊！我而家即刻想瞓着啊！一阵咧，欣欣咧就会教阿 Charlie 啦，咁就去按阿 Terry 嘅 ，Terry 条命就喺你手上，系啦，交俾你阿欣姐。我要拜你为师傅啦，今日我咧就有另外一个泰国技师啦，因为咧我跟欣姐咧分身唔到啊，你知道你几大咖啦？欣欣有信心啊？好，好嚟。沙瓦迪卡，我哋咧就已经正式换好晒衫啦 ，Terry 咧都冲埋个靓凉啦，干净噶啦嘛，即系干净。我想表扬下 Charlie 呢一套衫咧，真系非常之符合佢嘅人设。我哋有欣姐呢度，莹姐呢个系欣欣师同埋欣欣公啊。唔系，但系真心你呢个 look 咧，咁乜都唔识，你都即刻专业咗，真系好专业，唔系讲笑，有 feel。我呢边咧就系技师阿 Lin 啦 ，Lin 姐你好，姐我哋就可以即刻开始嚟啊，打大佬先好嘛？我系个大佬，即刻拉布。打大佬咯！如果等间咧佢拉到好痛咧，我点讲？包包内，包包内，超痛咧！接包包内，停手咧，停手，唔好再。要唔系接包包内，要舒服得唔得啊？咁失败，开始啦，直接拉啦，我哋拉背拉背。呢个我哋咁开，我即先帮佢拉开个人先。哇，好舒服。跟住就由頸下低少少就開始按啦，好似好 spy 喎。我 feel 到阿欣姐有個好舒服啫。
佢啲力好平均。我等等都係好平均㗎，你放心啦。失敗。失敗。失敗。哦，失敗。我哋數下 Terry 講咗幾多次，一陣咧睇佢離岸嘅時候，佢有冇講過？我等陣你要俾翻一模一樣嘅 reaction 我啊，知唔知啊？呢個位咯，要射咁樣。啊，跟住就 keep 住呢個手型由頭按到去下面。我想我应该学识了这个手型怎么做了。恩师你觉得我可不可以来一次啊？好。准备好没啊 Terry? 不如再试一阵先。好吧。我好紧张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紧张。好像个扯线公仔一样。我来了。我来了。Surprise! You. Surprise! 你以为你是韩团啊 ?You. 慢慢，唔好咁快。啊，咁样好唔好啊？唔好，攰到啲骨。哇，呢件系好舒服啊！我系我嚟噶，你嚟噶？OK 喎，呢件系我嚟喎。我再试多几下。真系 OK 喎，进步都好快喎。系咪？系咪？我阿欣姐试下啊。好痕啊！你胡乱咁用，要选定要清楚。如果佢啲筋硬啲，我係咪要大啲啊？又唔使就係正啲得噶啦，你唔使咁太大嘅，佢就硬嘅，係啦，要放鬆啲，你真係好緊。佢係咪好硬啊？好硬。欣姐都話你硬啊，你個硬骨頭，你個硬骨頭真係好痛，真係好痛。我今日嘅目標係希望欣姐今日會讚我做得好一句。有冇得踩背噶？有啊！有啊！哇，好啊！唔好踩錯位，差嚟。我54kg噶喎，得唔得噶？我哋而家咪歡樂滿東華啊嘛！心口碎大石咁樣，好驚喎！為咗報答公司咯喎，咁啊死都要噶啦！你可以個重心維持得平衡啲，唔好脆曬後邊一隻腳度。佢玩緊 wake surf 咁啊 ！Terry 想去邊？想唔想去馬爾代夫？你試下欣姐踩一次先，你了解一下個流程係點樣去嘅？個受力好平均，同 Charlie 唔同。我都可以幫你10掰10掰噶。你話迎姐係嘛？迎姐。哇！即刻好 firm 喎，腳好啦 firm， 我知啊，咁樣嘛，10掰。而家係咩環境啊？呢個？呢個拉腰啊！佢而家幫我修補翻，補翻啲元氣先，頭先元氣耗損得太勁。好，一二三。哦，大鵬展翅啊嘛！大鵬展翅。我發覺 Letta 好似係嚟嘆世界嘅，好似要打靶咁樣，隻手擺喺後邊。十八，大佬啊！咁樣啊？哇！我第一次聽到欣姐讚我 good 啊！喂，十八！哇！十八！哇！要錢定要錢？要！你頭先係咪有洗腳㗎？有啊，有冇尊重佢？唔可以當死物咁樣攞起食，始終。哈哈哈！我靠曬！加油 A few moments later， 其實我都好辛苦嘅，你知唔知啊？我今日嘅課堂咧，尋日去到呢度啦，係啊，歡迎，歡迎 ，Terry 有乜感想先？你覺得差流程點啊？我覺得頭先個感覺係一念天堂，念地獄。欣姐真係我 feel 到專業真係有分別啊！一換到欣姐就哇！成身鬆曬，出嚟一按就即刻緊翻。你知唔知出嚟有幾下出咗貓？原來有幾下係欣姐按。係咩？唔怪之，我覺得你進步咗啦。唔係，但係我 feel 到 Charlie 後屘越嚟越上手嘅，其實。咦？咁係有潛能喎。欣姐，你覺得咧 ？Charlie 今日嘅表現係點啊？十分滿分有幾多分啊？80分。80分。冇乜即八分嘅話，超。聽日可以嚟翻工嘅咯。佢唔好意思啊，我企喺佢隔離，你又嗌人哋評分未啊？Charlie 啱先嘅表現有冇呢個潛質做技師賺錢啊？都可以嘅，都可以嘅。咁你覺得幾分先？你要公平公正喎。欣姐就120分 ，Charlie 都180。哇！世界級呢個答案，標準答案呢個。
你覺得點先啊 ，Charlie？ 你覺得？你有冇心虛先？好攰，好辛苦噶。你唔好以為我好似好好玩，開技術駕駛咁樣，但係真係好攰噶。所以我都係玩音樂啦。其實我真係唔會對你哋咁衰嘅，唔係嚟整蠱你，亦都唔係你要嚟呢度受折磨。咁我都會俾你哋試下呢一度嘅特色熱石啦，同埋獨家嘅草球按摩嘅。正喎！咁你熱石咯，好唔好？真係有得做啊！有啊！我都要你恩姐。太舒服了。彈完熱石草球有咩感想？係咪好爽？好爽啊！我直頭啱啱完全係瞓著咗，而家未醒，未瞓醒。你而家個樣都未回到魂啊！咁我哋好多謝欣欣啦，今日就同我哋做一個咁舒服嘅按摩啦，同埋教你呢個咁差嘅徒弟仔多謝曬欣姐手藝啊！卡盤卡，多謝曬瑩姐。卡盤卡。咁咧，如果大家觀眾咧都想嚟體驗嘅話咧，就記得過嚟 Massage Palace 太太啦。因為而家嚟 Massage Palace 太太咧，要 show 呢條片嘅 cap 圖，仲有100元嘅專屬優惠添啊！優惠嘅詳情就睇 info box 啦。咁我都多謝 Terry 過嚟嘅，下次唔會再要你做受害者嘅。我唔會啊，不會揾啲好嘢啫。今日都幾好啊。今日好啊，好啊，下次要叻啫。好啊，好啊，你咪先，你唔會 say no 噶啦嘛。我唔會。好啦，咁下集呢條見啦。